浪费时间。这个喝的是，我被拿走了。我的喝的是焦糖可可，这不是焦糖可可，这是焦糖拿铁。这个是巧克力可可碎片，镜头下看起来很好喝哎。这个是我不知道叫什么蛋糕，这个叫做最右边的蛋糕，抹茶蛋糕。大概这边的环境，这边这里是新瑞咖啡，就是晚上也有开的哦，宵夜咖啡厅。忘记了，我们还有多点一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洋芋片。洋芋片跟什么？你要帮你打吗？什么起司什么的，对。然后看这个漫画，感觉很爽。就是，就感觉是喝咖啡。